美国和中国的论战似乎并没有因为工位危机趋缓而有所缓解。川普政府除了以强硬言论来抨击中国的处置方式之外，白宫也发布长约20页的报告，炮轰北京采掠夺性的经济政策、军事扩张、假讯息散布以及违反人权的恶意活动。自由时报引述美联社报道指出，这份报告不代表美国的政策转移，但明显扩大了川普的强硬措辞，期盼跟选民产生共鸣。报道指出，一名美国资深政府官员指出，过去20年来，美国认为如果可以扩大市场，加码投资中国，并提供中国军官更多美方尖端科技跟训练的管道，就可以以某种方式来让中国变得自由化。但这个期待并没有实现，因为中国比过往任何时候都还要专制。川普政府似乎已经认知到，为了象征主义盛大排场接触北京毫无价值，而当静默外交证明只是徒劳，因此准备加强施压。报道提到中国的军事扩张、网络骇客攻击、窃取知识产权跟商业机密等，也提及到了中国的大外宣，陈述美国应该要反击中共宣传并提高警觉，更表示要积极应对北京在美国学术机构当中的控制跟影响力，同时也不忘指控中国打压迫害不同种族跟宗教，例如关押了上百万名维吾尔族人、其他少数民族，强迫劳动、灌输意识形态跟身心的虐待，甚至利用科技工具来监视其一举一动。然而报告却也不忘提及，美国将以有原则的现实主义指导之下，持续的保护美方的利益，增强影响力，但同时也愿意跟中国来保持建设性、结果导向的参与与合作。中央社指出，美中角力最新的范例在世界卫生组织一览无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愿意提供世卫更多的资金跟资助，而川普则扬言将永久冻结援助的资金。白宫报告提及，中国保留非市场经济结构，并由政府主导贸易跟投资。政治改革同样萎缩或者是走回头路，而政府跟中共之间的区隔日益模糊。而这些趋势最典型的范例，就是习近平决定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这等同于让他无限期的在位。美国总统川普近来因为不满世卫组织对中国唯命是从，发出了停缴会费甚至要退出世卫的威胁。然而这种以退群为威胁的国际博弈当中，谁会是真正的受益者呢？根据德国之声报道，川普扬言世卫组织必须要在30天之内完成根本性的改革，否则美国就将全面退出世卫组织。针对川普此举，德国商报驻日内瓦记者赫伯曼恩就此发表评论指出，川普此举将会给国际社会带来严重的后果。该评论提到，在30天的短暂时限之内，拥有194个成员国的这一个联合国庞大组织，显然很难做出实质性的改革。看来，美国对世卫组织关闭门户已经在所难免。就此，世卫组织这一个全球最重要的公共卫生机构，将失去最大的出资者以及多年来的主导者。在全球抗击艾滋等死亡疾病的努力当中，美国曾经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评论指出，川普此举当然也是为了要转移视线，掩盖自己在抗疫方面的失误。不过，川普对于世卫组织的核心指控确实也恰中要害。评论指出，对于曾经长时间瞒报的发源地中国，谭德赛确实执行的温存有加的侵华路线。他对于北京专制政权以及其所谓的资讯透明度赞不绝口，直到1月底才迟迟发布国际公共卫生紧急状态。
不过，川普的世卫政策，无论是对美国还是对其他国家来说，都暗藏着无法预料的风险。因为美国倘若退出世卫组织，可能正是中国求之不得的机遇。中国正在不加掩饰地争取国际的主导地位，因而会竭尽全力地填补美国退出世卫组织所产生出来的权力真空。在世界卫生大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充满帝王风范的表演，恰恰为这个国际组织的未来描绘了一幅苦涩的前景。也就是说，中国的意图会在这里得到越来越多的体现。当下一场工位事件的发生，让北京有可能已经成为世卫组织的龙头老大，这对世界来说绝对不是一件好事。此外，法兰克福汇报评论指出，川普宣布从国际组织当中退群，人们似乎已经司空见惯。这次他发出退出世卫组织的威胁，本意是要遏制中国日益扩大的影响力，但实际效果可能恰得其反。该评论提到，对世卫组织的错误提出批评，不仅有益，也相当的必要。中国也必须要就疫情做出必要的解释跟辩护。但是，川普的退群威胁则于事无补，他只能够为中国扩展影响力大开方便之门。而川普的初衷本来是要降低中国的影响力，无论是世卫组织还是其他的一些国际机构，原则上都不被川普所看好，就像他不看好多极世界一样，因为在他看来，多极世界据说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在这个问题上，劝说他改弦易辙完全是徒劳无功的。美国正在不断减少对国际事务的参与，而美国留下的权力真空正是其竞争对手中国所求之不得的。评论最后指出，难道白宫就没有人能够看出这种做法的矛盾之处吗？亦或者整个白宫都想开启一场既有损世界又有损美国的冒险旅程呢？此前，中时电子报一篇报道提到，美国总统川普抨击 WHO 太过轻重，威胁要用退出来报复。事实上，这也是川普一贯威胁利诱的手段，不只是对敌人，对于欧洲、日本等盟友也毫不假辞色。川普上台以来接连退出诸多的国际协定，即使真的退出 WHO 也不用太意外，因为只要不符合他所认知的美国利益，毁约退群已经成为了川普的标准配备。报道指出，川普是生意人，对于他来说，所有的东西都是筹码。世界上没有卖不出去的东西，只有卖不出去的价钱。至于是敌是友不太重要，他所认知的美国利益才是重中之重。细数过往，2017年1月，川普签署行政命令，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协定。舆论认为，美国退出所造成的真空，中国已经准备好要领导全球的经济。2018年5月，川普不顾欧洲盟邦极力的反对，片面宣布要退出2015年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德国与伊朗签署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当时蓬佩奥表示，退出伊核协议并非是针对欧洲的盟邦，而是为了要防止欧洲国家或者是企业来协助伊朗取得核武。2018年10月，川普更宣布退出具有30年历史的中程飞弹条约。当年参与签约的前苏联领袖戈巴契夫抨击他的决定缺乏智慧。而川普的退群选择真的符合他心中的国家利益吗？在当前这种国际博弈当中，谁才是真正的受益者？可能时间最后会告诉我们。中国今年的两会在严格的防疫跟安保措施之下登场。德国莫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的专家认为，中国领导人将利用这一次的两会进一步的打造危机管理者的形象，取信于民，同时布局 GDP 发展目标，指出某一些领域的改革前景，为明年庆祝中共建党100周年做好铺垫。德国之声指出，随着两会的到来，中国官媒也开始新一轮的宣传战，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历年两会上的殷殷嘱托，与他在指挥战役过程当中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一脉相承，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而这一条主线就是人民至上的理念。
这次两会当中，中国领导人首先将打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清明牌，强调把人民的群众生命安全跟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由于工位危机或将长期存在，这一次的两会很难以中国抗疫成功的形象示人，而是会要求全民做好打抗九战的准备。常态化下，统筹防控跟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指出，今年是中国官方制定的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十三五的规划收官之年。此前学者普遍预测的今年的经济增长将在 6% 左右，但是工位危机的发展让这个目标几乎没有办法实现。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指出，今年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 6.8%， 是1992年中国开始公布季度 GDP 资料以来的最低数值，也是首次出现季度增速为负值的情况。莫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的专家认为，如果不拿出具体的2020年经济增长目标，那将会是一件新鲜事。但北京很可能会把今年的新的增长目标定为 3%。尽管这将是中国几十年来的最低数字，但从全球来看，这也将是世界各国今年最高的数字。此外，李克强也可能会拟定一个灵活的目标，比方说将今明两年算在一起，制定一个增长的区间。BBC 中文网指出，以往中国每年例行的两会，经济相关的内容总是缺乏看点。中国政府会回顾过去一年来的经济增长，不出意外 ，GDP 增长率将会达到上一年的设定目标，然后再设定下一年的目标。同样，也没有人会担心新目标没有办法实现。不过，今年在工位危机的背景之下，中国的经济恐怕会出现最严重的复杂性。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马骏公开的建议，中国今年不应该再设定 GDP 的增长目标，否则可能会绑架了宏观政策，最后被迫搞大水满贯。他表示，实现 GDP 增长 6% 的目标已经不太可能， 4-5% 的难度也很大，很多经济学家预测的 1% 或者是 2% 也有可能。因此，对于经济的最终影响取决于欧美疫情的发展。野村证券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陆挺公开的撰文呼应了这个观点。如今设立不设 GDP 增长目标的利远大于弊，不设 GDP 目标或者设置比较低的目标，很可能不会出现大的问题。然而，一旦目标过高，就可能会出现地方政府数据造假一类的副作用。即便设置了 GDP 增长目标，也有经济学家提出设置的方法可以更灵活，比方像是区间增长率，主要是通过设置较大的区间来缓解不确定性带来的问题，或者是设置相对增长率，也就是以中国增长速度跟全球增长速度的差值来设定目标跟评估中国经济的增长状况。不过，陆挺则提出相对增长率跟区间增长率的反驳。他表示，如果设定的增长目标区间过大，那么就失去了制定目标的实际意义。相对增长率用来作为事后的评价尚可，但是因为数据公布之后的滞后性，达不到原本设定增长目标的指导意义。报道指出，经济学家建议不设 GDP 增长目标的另外一个理由是，如此大的不确定下，如果要设定一个不切实际的 GDP 增长速度，地方政府的反应往往就是大搞基建，要上投资项目。马骏认为，实际上这些基建投资一般都是资本密集型的，对于解决就业问题、失业后的民生问题，短期之内是没有什么帮助的。不少经济学家也对12年前的4万亿刺激计划仍然心有余悸，那时候延伸出来的副作用，让中国此后多年不得不以经济放缓的代价来推进去杠杆跟去过剩的产能。报道指出，当前的经济下，中国政府可能面临到了两难的选择，也就是经济受到冲击，财政收入大幅减少，然而为了刺激经济又不得不大幅的增加财政支出。有经济学家估计，中国今年赤字率可能会达到 3.5% 到 5%。
规模庞大的投资背后是规模庞大的债务。如果投资的产出不利，造成的债务违约传导至银行体系，造成整个经济的系统性风险。除了经济方面的预测之外，莫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的专家还提到，对外中国领导人将会在两会上继续释放开放的信号，在野生动物保护法、传染病法等方面将完善法规，并且进一步的推动医疗系统的改革跟数位化的进程。有效的危机管理跟预防传染病肯定也将是一个话题。中国将试图成为国际的领头羊，但这是否会带来根本性的改革还相当的难说。总体来说，两会主要关注的是国内议题。专家表示，短期跟中期而言，中国将深受与美国的贸易战影响，因此北京也将比以往更加的追求自给自足。但尽管如此，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并不会直接的点名美国，也不会谈论到美国总统川普的最新表态。美国华裔人工智能专家李飞飞上个礼拜加盟社群媒体推特之后，他跟中方的密切关系受到外界注意，有网友担心推特会因此被染红。果然没过多久，一位经济学者在爆料李飞飞的背景之后，其四个 Twitter 账号随即遭到封杀审查，而另外其他几名网友也因为发表涉及李飞飞的内容遭到封禁跟警告。目前当事人已经发起白宫请愿，要求调查 Twitter 以及李飞飞。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Google 前首席云端专家李飞飞11号出任 Twitter 的独立董事，其后有推特用户梳理李飞飞跟中国官方合作脉络，表示担心推特染红，进而打压意见者在推特上面的言论。而网友的担忧并不是捕风捉影而已，一名独立经济学者17号发布评论视频，认为推特让李飞飞就任独立董事是浪猫守鱼，并且深度启迪李飞飞的背景。19号他在推特上面开通的四个账号，包括财经人眼、冷山食品、自由风等都遭到封杀，就连备用的推特财经人眼 2.0 也受到警告。当事人质疑自己的账号遭到封杀应该跟李飞飞有关，已经向媒体投诉推特跟其母公司 Google 打压言论。而他也整理了其他因为质疑李飞飞而受到封杀的推特资料，并且透露已经在白宫请愿网上面发起请愿，要求调查推特打压批评中共的言论跟随意封锁意见者账号的行为，也要求调查李飞飞通过 Google 中国中心跟中共进行合作的细节。而对于推特雇用李飞飞作为董事以及网友受到封杀账号，名誉人士周峰所批评推特已经弃守价值，他认为推特公司跟李飞飞本人都应该对此做出解释。他说，这些公司不敢正视这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尽管在美国公司工作，但是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对中共政权的依赖。李飞飞以前跟中国走得那么近，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人员，他所从事的很多事情都是值得怀疑的。周峰所希望李飞飞可以公开回答这些问题，他非常高调的在中国从事跟政权有关的活动究竟是怎么回事，而推特也必须要公开回答这些问题，而不是封杀言论。法国时事评论人王龙蒙认为，推特在李飞飞来到之后似乎正在快速染红。他说，推特公司对于曝光李飞飞背景的批评者账号进行封杀，毫无疑问的是跟李飞飞就任其董事有关。如果爆料者内容失去事实可以警告，但是爆料者有大多内容都是取自公开报道跟资料，因此批评跟负面爆料就封杀账号，这是北京特色，显示出推特随着李飞飞来到之后正快速的北京化。王龙蒙敦促西方互联网公司以及政府可以看见中国是一个有毒的市场，并且建立阻止中共渗透的机制。他认为言论自由是公民最重要的权利之一，也是美国民主价值里面重要的一个部分，希望美国可以调查推特公司雇佣有中国背景并且有可能是中共代理人的李飞飞事件，要求其母公司 Google 做出说明跟处理。
而再回头来看被删除的经济学家，早先在评论视频里面指出李飞飞是统战部下欧美同学会成员，并且跟红二代、红三代保持紧密交往。影片中还表示，李飞飞涉及以渗透港台、欧美为目的的红色娘子军计划。他指出，这个计划是由中共前领导者周恩来所创立的。媒体大鳄梅朵的前妻邓文迪、美国华人政界人物赵小兰、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美国华裔议员赵美心、孟昭文、中国电视主持人杨澜都是该计划之中的人。这名经济学家还分析，推特投资者正是看中了李飞飞的中共代理人身份，跟2016年推特雇用有军方跟公安背景的陈奎作为大中华区负责人类似，希望借由李飞飞进军中国市场赚取广告费。不过目前依旧无法证实这爆料部分的真实性。到目前为止，李飞飞本人也没有在推特以及公开平台上发表任何回应。而被删除的经济学家又引述之前媒体的公开报道，指出李飞飞牵头成立 Google 云端人工智慧中国中心，并且跟清华大学合作开发技术。李飞飞设 Google 蜻蜓计划，又在2017年跟林郑月娥等亲北京人物一起被中国评为十大女性人物。